虽然说不能用手机，但是那个全程啊真的是精彩到就是会一直嘴角上扬，看得很开心，全程姨母笑的看完整个，所以真的是推荐，就是女生没有来过的话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。就是模拟一下他刚刚是如何被猛男调戏，他就是坐着好好的，然后猛男就突然跑，就开始这样，磨蹭有被抓上去台上互动，那个更屌，还有是直接把他那个腿打开，然后直接这样，然后还把他那个脚脚放在他们肩膀上。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韩国猛男秀的现场，等一下就带你们去看一堆大鸡鸡啦。我发现来这边看这个秀的女生都是那种年轻漂亮的女生呢，还有是直接把他那个腿打开，然后直接这样。我今天包养自己到了韩国，来到韩国呢，当然是要来点就是会让人家 happy happy 的行程。我们今天就来看韩国女生到底有多放纵，等一下就带你们去看一堆大鸡鸡啦。今天就是来到一个大鸡鸡行程，然后为了等一下要见那些大鸡鸡们，特地呢前面去找了那个明星造型师，画了一个漂亮的妆。那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韩国猛男秀的现场。韩国的标配呢，就是每个肌肉都要很壮，因为在韩国的健身算是一个国民运动。然后其实这个秀呢，我在很多年前有来看过一次，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意犹未尽，所以这次呢才来就是带着我的两个姐妹来看第二次这个样子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进去看吧。好啦，首先带你们看一下进场的这个环境好了，跟一点简单的介绍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它只有女生可以进场，所以比如说你是情侣想一起看的话，是男妹不行，就是全场只有女生可以进。它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秀，然后互动表演环节，据说呢就是网络上的评价都很好。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呢，就是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值得来的一个地方，因为说实在我个人对韩国的印象就是逛街吃东西，除此之外老实讲韩国算是一个蛮无聊的地方。噔噔噔噔，今晚要看哪位欧巴台呢？给大家看一下周边，这个舞台最好的位置呢，就是这边，就是比较有互动的机会。坐到比较后面呢，主要是走那种靠走道的，因为有时候猛男呢，他会在这边穿梭，然后这一排也是蛮有互动的机会。这个秀呢，就是看很好看，但是如果有机会互动到呢，那就肯定更赚到。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可以遇到。因为我其实蛮喜欢找一些让女生开心的事情，如果大家有知道什么特别资讯呢，就比如说真的什么韩国男模店啊，韩国色男来，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哦。想想就是保持着探店的精神带你们去看看，绝对不是我自己想玩。好了，我们就赶快去看秀吧，差不多了。刚刚表演的帅哥们，刚刚没有这个啊，这个我觉得长得还好，刚刚表演的其实都蛮帅，然后整个表演呢是都不能露营的，但这个秀我真的觉得蛮值得看。哎呦，现在已经到了散场时间，人越来越多了，现在就是散场时间。然后还有几个须知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啊，整个表演的过程大概75分钟，然后过程中呢是完全不能用手机，然后连看手机都不行。当你看手机会发出亮光嘛，那工作人员就会制止你，就说哎，这样太亮了，不要用手机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来看这个东西之前呢，一定要先去上厕所，因为它这边呢是只进不出。但凡呢你就是想要出来上厕所的话，你出来后就不可以再进场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我发现来这边看这个秀的女生都是那种年轻漂亮的女生呢。稍微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。全部都是年轻女生啊，然后刚刚在看的那个过程中里面真的是很嗨，真的是虽然说不能用手机，但是那个全程啊真的是精彩到就是会一直嘴角上扬，看得很开心，全程姨母笑的看完整个，所以真的是推荐，就是女生没有来过的话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。他们除了有颜值有身材，然后会跳舞会互动，然后还会特技，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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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漂亮哦，这个欧尼好美哦啊！我喜欢看美女。哦，这个帅，这个帅，我觉得这个蛮帅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也不错。我觉得这个很帅。你觉得这个很帅？这个。
哎呦，有哦，男团 BTS 的感觉啦。我们看完猛男秀了，你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来韩国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讲一下感觉如何？念念你先好了。他过来我旁边的时候是蛮开心的。啊，对，他超级幸运，因为我们三个坐的位置刚好他坐在最外面，然后结果他在第一个桥段就有一个猛男跑来找他互动。他找你互动的时候，你有摸到他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因为他没有抓我的手摸他，所以我不敢。所以他只是在你身上这样扭扭扭。对 对。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很紧张，是开心的紧张。对。对，而且刚刚里面其实算是整个爆满，对啊，就是几乎是全满，然后里面全部都是女生，就明明这么多人哦，他明明我们坐在很后面那一排，他就选中你耶。那你嘞，你嘞，舍令，你觉得？很不错，技术感觉蛮好的。进来了。怎么看他们技术感觉蛮好的，你自己觉得？直觉。他们跳舞的技术啊，很会扭，很会扭。你先说一下你来之前对猛男秀的印象如何？哦，我一开始觉得就是可能会脱光光啊，结果没有，没有，很失望是吗？不会，就是远远看也是不错啦。灯光效果真的还蛮好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昨天本来就来看猛男秀，然后因为有其他行程就改掉，舍令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因为我猛男秀本来就还好。对，可是这次来就还不错，是蛮值得的。对，那你会推荐你朋友来看吗？会哈。好，你们分别讲一下你们最喜欢的桥段是哪里。好，燕燕先。我喜欢那个有一个女生上台去，然后给她玩弄这样子。哦，你喜欢互动环节。对。那舍令嘞？舍令喜欢什么？钢管是特技哦，特技。对，他有一趴是特技。因为我其实很久之前就有来过，然后他们那时候大概是舞蹈动作还没有那么多特技的戏份，这次来是真的哦，那个特技超强，他就拿着那个转这个做体操，我有吓到，直接战斗图我在天上飞。我自己个人也是最喜欢那个，然后让我最印象深刻还有那个钢管跟那个洗澡的也是蛮印象深刻，推荐哦。看完有没有想爱爱的感觉？好，有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用着就是现在的春风满面的状态，然后去明洞看能不能搭讪几个韩国欧巴好了。欧巴，来啦！刚刚真的是很多很害羞、很养眼的画面，我现在就来大概示范给大家看，先是模拟一下他刚刚是如何被猛男调戏，他就是坐着好好的，然后猛男就突然跑，就开始这样。模特有被抓上去台上互动，那个更屌，还有是直接把他那个腿打开，然后直接这样，然后还把他那个脚脚放在他们肩膀上，然后有一个最屌，我有一个特技，他吊钢索，然后男生是飞天，然后最后是用一个这样子躺平的姿势，男生是这样哦，整个躺平的姿势，让女生直接坐在他的身上，整个就像是那个阿拉丁神的那个魔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直接坐着，然后就看他们飞来飞去的。好好玩哦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桥段。总之呢，此人意会不能言传，是专业特技，所以呢，来看一下，来感受一下就知道。而且我以前一直觉得说我对壮的男生还好，然后今天你看完这个帅，就是看起来太苛刻了吧？那个肌肉线条，那是付出了多大努力才可以有这样的收获啊！虽然整个过程呢都是一些比较尴尬害羞的动作，但是呢，就是人家的颜值跟实力就摆在那，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。然后在此不忘工商一下，如果你是180以上、25岁以下有八块腹肌的小哥哥的话，欢迎跟我联络。我们的一日男友系列还是有持续在真人哦，想跟香菱约会吗？赶快联络我。如果你们想看那个韩国帅哥美女的话，不要来明洞。明洞的好处就是看猛男秀离他很近。那我本来想说搭讪个帅哥，完全没有帅哥沙漠，好啊，就只能这样了。那以为有机会可以跟欧巴来个艳遇，结果都没有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